玩搶工，時間12:00，100月24日星期四。啊，即係今日5月24日，喺舊年5月24日咧，即係落大雨，之前即係天文台話喺8:45就發出咗呢個紅色暴雨警告信號，仲要翻學之後先掛，跟住然之後個個家好狼狽，點解唔喺7:00掛？跟住成日都落住大雨，成日都呢個時候都係低壓槽影響。即係我記得好似係上緊物理堂嗰陣時候，上緊物即係喺第一次消息之前就上物理堂，即係咁啱就睇手機睇個訊息就話，天文台8:45就發出呢個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喎。OK， 先頭我2:00坐車坐荃灣西，打算行去美孚，後屘我放棄算。我正係由荃灣西行過去麗景，因為好簡單，由荃灣西行過去麗景，基本上要兜好多路。首先我行咗海濱公園嗰度，荃灣西，然之後我經過好多條街，要穿過呢個貨運站，即係呢個荃灣華人永遠佛場，即係下面有好多嗰啲貨櫃車啊，即係嗰個貨櫃場。要途經嗰個地方，同埋要兜好多路先到去麗景站，因為我見到幾條路軌啊，荃灣線路軌、東涌線路軌，跟住要放棄算。我夾唔好先行咗4.幾公里，真係好困難。但我亦都考慮過咧，喺某一日放假嗰陣時候，我就打算想喺荃灣西鐵站行路，行過去錦上路西鐵站。你都知呢個嘢係冇乜可能，但我揾個地圖係有可能。揾地圖，即係佢全，即係你荃灣西站咁上落係比較遠。如果你行路，起碼要全長15公里，要行3粒鐘頭。可以話佢嗰段路比較長，要穿過錦上路嘅，即係錦田河背村啦，亦都要穿過大帽山某啲路，即係物理路徑，要穿過好多條路嘅。不過咁樣都要行足30個鐘。因為15公里啊，我一日試下。差啲啊！就先玩 battle 一，咁啱玩蘇亞蟲嗰陣時，即係咁啱即係玩嗰個蘇亞，又見到個真靈。呢個人咧又係 Josa 咧601，今次就唔同，因為今次佢我做低子帝國，佢做法國嗰啲蟲，佢做 Slayer 重生咗之後，突然間就走佬。嗱，我估佢都應該驚咗我，但係唔代表永遠都唔驚，唔係永遠都驚，有機會唔驚，有機會翻嚟同佢鬥。即係佢今次驚咗我，話俾你聽，佢好記得咧。你記得佢記得4次係咁俾我打死啊嘛，起碼夾埋4次，起碼總共打死咗佢起碼30幾次，但係佢殺咗佢0次。所以話時話真係好驚，但係呢個如果依個判斷一定係管理員嚟嘅，一定係管理員。估唔到管理員都俾人打跑，即係俾人打即係驚到嗰啲正常人，即係驚到嗰啲顧客，可以叫顧客，管理員驚顧客。咁但係我估 Josa Van 601一定淨係即係玩呢個 server， 點解淨係話玩呢個 server？ 我見佢咧個級數冇升過，自從我第一次見到佢之後，佢 level 98嗰隊而家仲係98級嘅。點解會咁嘅？ Use your ammo, pick it up. 總言之，我玩親呢個 server Josa Mandolin 一定會入嚟玩嘅。更何況頭先佢同我講 Good morning， 佢同我講 Good morning， 我覺佢
佢即係唔係因為趕咗，因為嗰本租曬嗰度，而家嗰度嘅時間應該係朝頭早好似七八點幾嘅。嗰度時係嗰七點幾，應該係好似美國，好似係有美國啊，好似美國。佢同我 say good morning， 我冇理由同佢講唔係 good morning 啊嘛。今日因為各地嘅時間都唔同，我冇理由同佢講 good afternoon 啊。唔係 good evening 啊 ，afternoon 就係午安 ，evening 就係咩啊？黃昏啊，夜早。又俾我撞到佢，但後屘佢俾我，但後屘佢自己驚走咗。即係喺呢個非洲嘅剛果民主共和國之前就話又有呢個伊波拉病毒肆虐啊嘛，跟住而家已經有十幾個人就感染咗伊波拉病毒又死曬。我正如都講咗啦，伊波拉病毒之前有個古仔就係喺夜晚喺一條村裏邊短短一個夜晚，所有村裏邊所有人全部死曬，就係受伊波拉病毒感染到。不過其實仲有印度克拉拉邦嘢，仲有一個病毒叫做尼巴病毒，佢會令到你咩精神錯亂、有腦炎，好似係經過唔蝙蝠傳播。尼巴病毒好多病毒，包括就係而家又再起翻嘅就伊波拉病毒，喺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我估住喺嗰度附近啲人一定好慘啊！俾你聽。因為基本上個病毒係會不斷擴散啦，受到成個非洲都有機會有伊波拉病毒出現，同埋就係呢一支夏威夷基拉維亞火山，自從喺五月三號爆發咗之後，到而家仲未爆完，已經爆咗起碼21日呢個啦，22日啦，呢度而家。即係爆好耐，跟住啲人仲係翻唔到屋企。即係我覺得呢個現象同仲嚴重過三一地震，已經持續咗好耐，本身麻煩。睇琴日我下由堅尼地城站行路行過去中環站。咪香港站落到香港站拍卡入閘轉東涌線嗰陣時，忽然間有個好似最藍色衫嘅，好似港鐵職員定唔知港鐵咩小騎兵啊，定係咩便衣警察女嘅，好似幾多次女聽話聲似女嘅，佢一截停咗我就話：唔好意思我係咩查票嘅，我想查你張有效單程飛，即係意思係張八達通。查完之後發覺我有拍卡入閘，跟住我搞掂冇乜嘢。但實際上整個香港站咁多人流，五月廿二佛誕都幾多人下。但問題就係點解你淨係守我嘅？有好多人入閘，點解你淨係啄住我嘅？想問一下其他人點？你係點樣可以知道我係冇拍卡入閘？我點會做呢件事啊？小華？淨係出嚟，我唔識其他人，好唔公平啊！我就先搭車去呢、這個，即係往橙方向。當架車到去銅鑼灣站嗰時，咁啱見到個中學生，佢放咗我之後，即係佢到個車到銅鑼灣站開門之後，佢唔入嚟車裏邊。跟住我覺得佢呢個做法好似咧，呢、這個好激動嘅人啊！你要知啊，嗰個係學校裏邊有一個過度嘅症嗰個男人，我覺得佢一樣比較。因為我見佢開門嗰陣時咧，就話咩呢度係講，我聽到佢對住所有人講，喺個車嗰個月台幕門嗰度講。嗱，呢度就喺呢個銅鑼灣站往柴灣方向嘅月台咧，你先搭車啦。跟住之後，佢跟埋嗰個廣播，即係呢個請勿靠近車門啊。跟住佢話：請勿靠近車門，
天不要跟着亲吻 ，Beast 的咩母亲都嘟嘟嘟嘟嘟。佢系跟住喺度讲，我原本系想吻翻佢，但后屘我走咗去，因为架车到咗天后站，之后即刻转翻机嚟地城，又喺翻铜锣湾，我查下月台，又见机唔见到佢，我估佢已经搭车走咯。我估当时佢唔上车，系因为想等佢阿妈。又觉得佢真系都好似。都好似嗰個過渡嘅靜音鼓啦，都係把聲又比較似嘅。不過都係有啲唔同，就係嗰個音過渡嘅靜，佢 present 英文嗰陣時咧，講嘅嘢好似總統咁樣啫喎。呢個就係我哋嘅使命，即係呢個好似總統講嘅嘢。最衰又冇影低佢啦，但係太多人了。